杀阵。得到提升，变成了至阳火焰，我也突破到造气境二窍了。这具王体也流逝了，武家究竟将我的本源给了谁？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彻底修复本源，查清真相，讨回公道。也不知道林师兄通过试炼了没有。林师兄，行，我没大碍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这里魔气浓重，我们先回大道灵河，你休息，我去找试试他们。那好，多加小心。魔窟找你，快跟我走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师师有危险！既然不愿交出紫心莲，那我让你们尝尝厉害！没事吧？幸好赶上了，我来照顾诗诗。啊！这！我大哥来了，你们完蛋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杀我们武家人！武俊明，吴雨兴，哼，我杀的武家人不少了，差你们几个！胡说八道，他们是所向披靡的王体。怎么可能被你这野小子杀死？你是道？传说中的至阳火焰。哎，他要跑！我爷爷是炼丹宗师武王栋，你要是敢杀我，他一定会把你挫骨扬灰。王栋。我狗还活着，快成功了！你竟然是他的孙女！你是武王洞的孙女，就一定清楚当年道族的事情，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你是道族人？说。当年道族莫名其妙倾全族之力和我武家大战，惊动了我们老祖，老祖以通天之力将道族老祖镇压，最后你们道族全都像条狗一样求老祖放过。现在道族已经封族，我苟且偷生罢了。武家。竟敢！我可是武王栋的孙女！武家害我道族至此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道
灵，你和武家。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想牵连你。大哥，你这女的储物空间还有不少好东西，哎，咱快问问。我修炼金身第三转需要万寿堂，其余的你和诗诗拿去吧。大哥就是大哥，太豪爽了，小弟对你崇拜之情又增加了。好像听见有人在讲道，是道一，这机缘难得，快坐下感悟。我打算继续深入，前面更加危险，你和他们一起在这感悟道音吧。好，那你多加小心。炼皮如铁，炼血入中，炼藏马独生神龙，内外运神秀，灵肉合一，肉身成道。肉身之道，杀戮并非我的道，剑心之道，毁灭之道，创造之道。万千大道，终极归一，就是道，道就是我，我就是道，道就是我，这就是我的道心。太好了，练成了玉简上记载的星火神炉，还修出了元神。每次见到他，境界都有飞跃，到底怎么修炼的？既然这么大口气自取一道，我就来试试你有多少斤两。我就是道，道就是我，这就是我的道心。道心似火，以火淬石，星火神炉炼化元神。